加按钮，按下去之后的话呢，它就自动帮你把资料带过来了。好，不过各位有没有发现哈，我现在按下去呢，好像效果跟你们有点不太一样。什么哪里不一样呢？你们按下去应该有没有发现会闪动？闪动。闪动的效果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了哈？就是说，因为我多了这一行，就是把闪动关掉。我试一试，再试一试，把闪动关掉哈。哎，这个后面还有一个是，不是这个是另外一个，关错了啊，应该这个，我把这个关掉一下。我是加了这个啦，就是让那个 screen updating 画面更新。有没有像这样子？你会发现它会一直闪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有一个那个 select 的动作，它就会有一个这个 select 的感觉，它会有一个切过去再切回来。因为你的那个 VBA 是逐行逐行跑的，所以它会有一个。假设说你以后的话哦，不要有那个闪动效果的话，其实非常简单，你就在最刚开头的地方增加一个叫 application。啊，这个其实我觉得，蛮建议各位记一下，因为 application 这个物件哦太重要了 ，application， 这个是指的是 Excel 本身 ，Excel 就是 application， 好 ，Excel 本身我们 VBA 啦，那个 A 指的就 application， 那指的就 Excel 啦，也就把 Excel 当成一个大的物件，做什么呢？可以控制它，有点像一个大的零件呢，你可以去调整它里面的参数。啊，其中它一个参数叫 screen updating， 打一个 sc， 如果你把它等于 false 的话，它就会把那个画面更新的功能关掉，也就是说它就不会一直闪动。所以将来如果你遇到，假如你录下有一些合并 啊或者是说分割，它都会一直闪来闪去，那你可以加一行在最上面，最尾巴加上一个，等于 false 是关掉，这像开关一样。那记得哈，最后呢，如果你结束程式之前，记得把它再打开，因为如果你没有打开的话，它以后就不闪动了，该闪动也不会闪动了。OK， 所以哈，这个功能开关要先把它加上去。OK， 那加上去之后的话呢，你这个时候呢点下去，哎，它就会没有那个闪来闪去，而且另外有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因为你不用更新画面，所以呢程式呢也会跑得比较快一点点。因为它可以把一些时间的那个切换啊，重新去绘制的那个动作关掉了，所以相对的这个处理速度也会比较快一些些哦。所以这边特别注意如何关闭那个画面闪动这个部分，主要是用到一个就是 application 点 updating 啊 screen updating 这个属性，把它的功能关掉。哦、OK， 那再来哦，最后还有一个。延伸性的范例啦，因为今天时间不太够，所以请各位回去可以试试看，在云端上面有一个叫做那个云端白板里面有一个其他补充范例，其他补充范例里面的那个进阶有一个叫104年的捐款，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，捐款明细，那范例档在这上面，程式码也在这里啦，各位回去可以参考一下。那它主要能够做出什么效果呢？就是它有1到12月份的每个月都有人捐款，那一般是把一个月的捐款明细放在每个月，可是它遇到一个问题是它希望也有那么一个方法，按下一个按钮，12个月的捐款呢全部都帮我汇整到哪里呢？总表里面来。我想这个需求还蛮多的啦，那这个难度当然这个部分的问题会比之前来的复杂一点点，就是会多出一个有些月份捐款这一笔，所以如果你 Ctrl-Shift 向右再向下会发生错误，它只能 Ctrl-Shift 向右而已，向右只有选，因为一笔只能向右就好了，不要向下了。 OK， 另外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，它有一些资料呢它没有捐款的，你好像有些如果没捐款你可能要判断刚好它里面好像都有捐款，然后假如说啦如果有一些资料没有捐款那怎么办，你可能要判断一下。
那我最后做完也是这样按下去，全部都汇整过来了，哦啊，所以结果其实是非常方便，但是这个方便的果实啊，需要前面的去做一点事情，哦啊，当然你可以把今天的概念有没有延伸性的放在这一题，但这一题有一个变化的部分，就是说它可能会只有一笔，你不能 Ctrl Shift 向右，向下不行，就向右就好了，所以只要向右。另外的话，如果里面没资料的话，那你就怎么样，完全不需要去复制了，不用复制贴上哦。OK， 你就不用说那么多次，再复制贴上一次，所以会多两个判断。啊，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哦，就必须在什么？当你复制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判断说到底要怎么复制。OK， 好，哦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，提供给各位参考了。啊，最后的程式码哈，哦，应该各位也可以看得懂，但是会有几个地方可能会最难的。这个中间的部分，除了这一段以外，其他都一样，逻辑判断。哦 ，OK， 那因为这个也是同学问的问题啦，因为刚好有个同学哦，他回去就真的实做了，他用他的实际上的工作，但是就是这个地方他做不出来，所以哈，哦，我就把这个部分分享给各位。以后如果你有一些变数的话，哎，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解决你的问题。好，哦，啊，很多啦。其实基本上合并工作表，你身边我想绝对有类似的范例，只是说你有没有去把它实际上啊，哦，做做看。啊，如果有遇到问题的话，当然欢迎各位可以提出来。OK， 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，哦。那今天主要是把如何合并工作表的这个部分哦，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明。那这个部分的功能哦，你都可以用在任何的只要是 Excel 里面的使用上面，只要你有需要用到合并工作表的这个需求，我想应该很多了哈，哦，就是把多个合并为一个总表哦，但是可能延伸性的啦，我们都是九个哦，像这个我们原来那个范例题是九个，但还好固定的列数，可是如果不是固定列数，像刚刚那个捐款1040捐款明细，它的笔数不确定是几笔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就要去判断一下，啊，判断的依据就是如果没资料怎么办？如果一笔的话怎么办？如果多笔的话怎么办？啊，所以中间那一段啊，我刚刚圈起来那一段啊，是最关键的。OK， 那我想今天时间也差不多，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。好，那后面的话也许我们的课程慢慢就延续是工作表的部分啦，也许是工作表的合并，再来工作表的分割，或者是做查询系统跟资料库有关系的，或表单等等的，或者从网络上捞资料啦，我想就慢慢延续出去，OK。